好，外电消息，为了抗议法国总统马克宏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方案，法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大罢工，好，现在即将步入两个星期，各地交通瘫痪，庶民叫苦连天。不过眼看耶诞节就要到来，政府也没有打算示软，劳工总工会也在日前下达了最后通牒，好说再给政府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撤回年金改革的制度，否则他们要全面提高罢工的规模。那么随着负责退休金制度事务的政府高级专员德勒瓦他已经辞职闪人，恐怕法国人这个年是不太好过了。好，另外发起示威的还有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超过半年了，那么也透过媒体的报道，世界看到了香港人的韧性。日本就一名单车旅行家，他带着自己的自行车还有全套的咖啡用具，特别前往香港湾仔街头，请香港人喝免费的咖啡，温暖港人的心。轻便好操控的无人机最初的目的是空拍观测，好，但是现在有许多的企业开始研究怎么样可以让无人机发挥更多的用途，包含是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利用无人机协助疏散避难的人潮，好，像是有业者还设计出大型的无人机可以承载数十公斤重的货物，目标就是要让无人机成为重要的物流工具。